空调里有没有画啊？那都是画。行，试试。干活你给毙了，不行，你帮我饿了。谁？你刚不跟我说吗？我让你把鸡毙了。我说你干活，你怎么你不饿？我也没说那什么吃饭啊。你帮我，那饿了那什么呗，先歇会儿，我拿点，拿点好吃的，炒点熟的。老赖，我也没说。那你刚刚跟我说的吗？不吃吧，我干活。我看你就烦，我让你关机器了。我不行啊，我饿让你关机器啊？往我身上捅去！操你！你想抢啥呢？你这怎么这个？什么？他准备这么些还聊？我之前听龙说的，还得聊品牌方，试试专场还要继续的。我赶紧换手机，点链接试试就抢到了。我抢一大箱回来，是不是？你看这么多，都是很牛的。天天干活，没有时间做饭，一盒。一盒吃饱饱的，你看看，这里口味很多，啊，麻辣嫩牛，番茄牛腩，脆爽牛肚，怎么想吃哪个吃哪个呗，加水制热，直接就能吃了，方便得很。哎呦，勇哥，这里麻牛肉太香了，那是这里都是真牛肉，配料大块有良心，怎么吃怎么过瘾。我觉得我还得强点。行，勇哥，咋想啊？我这回哈又跟品牌方额外申请了10000个试吃名额给到大家，每个名额整下8盒，让大家吃到爽。申请试吃链接啊，我放在评论区置顶了，链接在就还是没有那么抢空。你赶紧去抢去吧。行，我多拿几个手机去抢，没毛病。好吃吧？好吃哥，好吃，快点吃，吃完好干活，还能没活呢。行。我一天往你家跑8趟，我哪趟不干活？我点点菜，你还来毛病了？给你做，赶紧号弄。是了。空调有没有画啊？那都是画。想想试试。干活不能分心，快掐自个儿呗，才掐这么点。这你家这柜弄得那么老，你说你妈没拿好呀？我这一块儿给我拿来了。你要能吃就吃，不能吃倒冷。妈也是，是不是本来就要扔给我拿来了？那晚上不也吃这玩意儿？不是，我感觉应该都挑好的我拿的。我要去蒸
行。行了，就等你呢。下锅来开干。来。行，你哥家这点活哈，够不？喂，那玩意儿，我都坐上了。那玩意儿整的，刚走。哎呦，我这大饼真好。干啥了吗？干啥？哎呀，快滚！我想来。哎，我这干啥去了？我拿着干啥不一样啊？来，拿一碗去。啊，啥去了？爸。出锅了，出锅找个东西走。这小饼，嗯，太那味儿啊，挺长时间没吃了。再尝尝吃。我也尝了。嗯，嗯，这么大。头一回吃过这多一点，挺好吃，有多好吃。有没有别人那么好吃？嗯，哈哈我跟你说事儿，哥啊。啊。这下午啊，那事儿啊，不是我说的，我就跟他说，我把耳朵说，我说干下午了，你饿不饿？他呱呱就把你直接停了，都是我糟了吗？你不说你饿了吗？我怎么说我饿了？我说你不，我说你吃不吃饭，饿没饿？我是这么说的，我说我饿了，这有能耐啥对象发誓来？跟你啥对象？你想啊，啥样吧？对吧？你老弟啊，我老弟，正常。想干一干一下午，我累。对你吃饭，你就吃饭，你就往我身上扯。